一，我市疫情的基本情况，截止8月9日24时，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，新增出院病例7例，累计确诊病例92例，住院病例72例，其中轻型病例10例，普通型病例61例，重症病例1例。凯阳海鲜公司员工32例，凯阳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11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14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15例，所有病例均在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，目前病情稳定，无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出院3例，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15例，其中凯阳海鲜公司员工8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5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2例。